第25届澳门国际音乐节，引领审美，铸造灵魂。交响合唱套曲《珠联璧合》，勾画出有中国传教之父之称的利玛窦在神州大地28年的精彩经历，澳门乐团精彩演绎。另一闪亮之作，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特邀当今民族乐坛四大优秀作曲家，以神来之笔创作4首全新乐曲，二胡名家宋飞联阙演出，气魄逼人。两场音乐盛会，10月15、16日晚上8点，分别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，门票现正于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，订票热线28-695。